关机还好。摄影师，摄影师的头这个牛，哦，这个衣服的材质来讲，你请你请干嘞。哎，你真的在那张照片真的是现场，真的是这样，不得了，这丢嘞。啊，这个时候谁会看合唱头呢？对呀，对不对？太辣了。笑女神雨雨。哦，跟排骨签了没关系。摄影师，摄影师的头这个牛，哦，这个衣服的材质来讲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何老师，你好，做行销啊？哎，对，我目前是正职是从事品牌行销经理，品牌行销是吗？哦，经理呀，对，哇，你经理请干嘞？哎，你真的在那张照片真的是现场，真的是这样，不得了，这丢嘞。啊，这个时候谁会看合唱头呢？对不对？太辣了耶！是不是？平常都喜欢穿比较辣一点啊。对。对啊，因为很热嘛，很热，对不对？没关系。啊，那个三天哦，追踪人数暴增到1.5万。哦，对，多就我有一天醒来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很多朋友私讯我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粉丝追踪人数就比较高，然后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因为我的那个连结被丢到什么交友 app 上面，嗯，对，然后后来是就是朋友他们有传新闻连结给我才知道，哦，对，就是被偷拍上新闻，这个画面在拍你的时候，整个是很壮观，震撼呢，对呀，对，来，今天他的这个表演这个。乐器是有风险的，怎么说？长笛，它是直笛，台湾第一直笛手，第一直笛手。OK OK。然后他表演的是长笛，为什么会有风险呢？因为吹长笛两手要抬高，风险来自高风险，高风险出去，高风险会狂奔而出。来带来这一首厉害的中式，击败，击败。